这是一个充满宗教传奇色彩的佛教圣地，有人说这里是灵魂苏醒的地方，也有人说这里是最后的一片净土。你知道是哪里吗？它就是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五明佛学院，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、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院之一，海拔3900米。尽管它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，均不同于传统佛教，这里其独特的文化与精致的建筑逐渐被人们所熟知。湛蓝的天空，红色的房屋，泛着金光的佛塔，五颜六色的经幡，信仰的声音在色达的空气中日夜流淌。最摄人心魄的是那数以万间红色的藏式平房，连绵数公里，簇拥着几座辉煌的寺庙和佛堂，形成了一座壮观的小山城，让你切身感受到信仰的强大魅力，震撼心灵，心生敬畏。有人说到不了天堂，那就到色达。现如今关闭了3年之久的色达佛学院再次对游客开放了，如果有一天你心生倦怠，不妨远离尘世的喧嚣，来这里走走，你会被一种柔软的力量所侵染，重归淡然和安宁。